所以咧，人哋话官到姑苏姑苏见啊，人家尽尽长红啊，讲嘅咧就系、是。家家户户咧，南河而居。嚟嗰陣時咧，我喺對面個恐龍主題服務區。嚟到呢邊又有另外一個20蚊兩個買一送一。OK， 我就嚟到蘇州啦，五旺富差大酒店。正常嚟。熱烈歡迎香港高中航天研學團嚟港交流。科學樓千年庭院讀書地啊，智德之門。1927年，由苏州中学首任校长汪茂祖建造的题词，100多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，高山上的这棵古代柏，历经千年风霜，虽然树身已成枯木，却青绿满枝头。好高規格的接待，周書記黨員嚟接待我哋。這個地上是一個時間軸，時間軸是辦新學的時間軸。除了5A以外，還多了一個 A， 就是天下胸懷的一個定制。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范仲淹所创办的学校，碧霞祠啊。想出来一个主意，要把这块地捐出来办学校，捐出来办学校，要让苏州的人民得福啊，这个是一种很高的境界。然后他跟皇帝写了一个奏折，要求办一所公办的学校。1035年开始办，到现在1038年，厉害，998年。这个科举时代考试啊，全省第一名。状元。错。解元，就是你们解方程一样是吧？这个解，解元，全国考试考第一名，叫会员。殿试考第一名，就皇帝组织的这个考试第一名，那就才叫状元。都是南宋时期，就是这个学校办了以后不没多久就变得重要了。原本非常宝贵，现在保护起来了。这个王国维听说过没有？我只听过，至少他有很多名篇啊，人生的三重境界啊，啊什么什么的，没听说过吗？一代剑锋中不会，对，这个就是他的唯一校的人憔悴。对，他那时候在我们这个学校里做教导主任。哦，大家肯定听说过。毛主，他的老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威。杜威。啊，可能你们老师知道杜威，著名教育家，是吧？听过。完全是一场误会，杨校长人非常好。他是保护女孩子，就是我应该会去。不知道这个，这个倒没想的那么多。肯定有的，还有男老师。像我们的这两个院士，前两天分别来到这个地方。哦。啊，就一个是昨天，一个是前天。哦，陈进来。对。他在2012年的时候，张小卫就评上美国的科学院院士了。2012年就40岁的时候就评上了，然后后来拿了美国的什么工程院院士，什么什么艺术院院士，又是中国的外籍院士等等。我看他的这个院士当中大概有5个院士的。黑天鹅啊！喂 ，Hello。真系唔会走啊，佢哋。Hello。这个字很少碰到吧？很少。
也就是在这样一种，我以前的文庙府学当中，就是一种标配，就是要做一个判词。去过南京的叫夫子庙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夫子庙里面供奉的是谁呢？供奉的孔子。孔夫子。孔夫子。就是孔子。孔子。其实它就是跟我们边上的这个大成殿一回事。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文庙，孔庙。孔庙。但是我们的孔庙的这个建筑的规制，比他的还要好。让梦想照进现实，同我哋嘅谭李丽芬敢追梦，就是谭李丽芬如出一辙。睇人哋敢追梦，系追梦到劏开架车一半嘅所有嘢咯。敢追，我哋都可以劏噶。Different level, different density. Yes, different density. Yes. 周玉龙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青，青。呀。啊哈。红的，鲜。是最好看，哦，怎么样？哎，真的马上变脸，哦，哇哇哇，怎么样？像静电一样的，啊，对对对，跟静电一样。哇，这个电压要30多万伏。地老长生有。这个是，那 OK， 小朋友莫乱咁学啊。可以塑形了吗 ？OK， 小朋友莫乱咁学。这叫涡流。果园，哦，不可能！爱心，爱心，看懂啦，这是激光。有的地方加了一个 art， 人文气 ，art， 这人文艺术，并不是我们科学一定要有艺术在里面，它的主要意思是人文 ，community。乜嘢叉？乜叉？乜叉？马改，叉马改工坊的这个。应该是这里有一个铁环，放在这个铁皮上。喂，我们还冷冰打他了，还冷冰打他了。这样肯定不行，它很容易掉的。啊哈哈！哎，好注意！往右或者往左，它都是有一种向下的趋势，这样的话它就。掉进去了，哦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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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二三，那么它不会随着瓶子，我的瓶子往下，或者就是水来不及反应，还停留在原来的地方，这叫什么 ？inertia 惯性。惯性。所以它就在瓶子下方形成了一个真空，形成了一个真空之后，在大气压的作用下。一下子就把这个瓶底给压破了。我这也没打住吧？哈哈哈哈哈！今天有幸来这里跟大家学习，有大家都知道我什么做的。冰山，好沉重的难题。红烧伟杰，白灼烧风。喂，我哎呀，忍唔到，哎呀，忍唔到。一二二，哇！手举起来。那一直掉，要停不要停？不要停啊！啊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还可以更大一点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哇！呀！哇！嗯。哇！啊，好靓啊，景色！嚟嚟嚟，思荣，转身个身嚟睇下，耶、就呢条街咧，就得300米左右，啊，唔系好远噶啊，但咧一定要注意安全噶、啊，因为咧人咧非常之多。山塘街，一定要收档噶啦，啊，好啦吓，你哋睇下要食食饭咗唔记得啦，呢只好味。
坐船。啊，坐船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 咁样嘅。使唔使买咁多啊？嚟，喂，好嘢，叻。苏州食嘅第二餐，依度长记餐饮，夹到噶，吓嗱嗱，真系夹到啊，咁叫做。苏州咧，我哋只住一晚酒店啫，就系嚟到在水一方大酒店啦。琴晚夜晚黑嚟呢间酒店啊，唔得闲睇，而且要行咗好长一条路先至嚟到呢个圆峰嘅标地。咁啊，而家朝头早起身行翻过嗰边先。本身咧，我哋导游嘅角色就系基本上纯粹系讲解嘅啫。咁但系咧，佢系好非常之照顾我哋车上面嘅同学仔。啊，所以咧阵间咧，大家同学仔咧就走嘅时候咧，就唔好就拜拜咁啊算啦。啊，你揽下佢啊，先俾啲掌声先啦。系啦，先俾啲掌声先啦，各位。活动咧有好多筹备嘅嘢咧，即系唔系大家谂到咁简单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老师咧就系、是、一定系我哋嘅幕后最大嘅功臣嚟嘅，我哋俾啲掌声我哋两位阿 Sir、井 Sir 同埋林 Sir。好，大声啲。几疏落嘅，俾少少好啦。入酒店又搭咗两个钟头，我哋又嚟到浦东机场啦。上飞机啦喎！好好好。嗱，你啊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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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